54岁的王才华育有两个宝贝女儿，女儿的超高颜值也让她有着国民岳母的称号。时常会在社群和大家分享生活的她，近日却无预警丢下震撼弹。时日王才华在社群上晒出孕肚，并在内文中写下“怀孕了”。只见她顶着肚子，边做出俏皮的手势，让广大网友们都愣住了。毕竟她曾在4月记者会上大方坦诚自己已经停经2年。原来王才华秀出的照片是记录工作照，为了拍摄需求而做的造型。不过留言区仍有许多网友们留下许多有趣的留言，除了刷一排恭喜外，还表示增产报国非常好，请把机会留给年轻人。才华姐是被谁搞大的？这么厉害，一两天时间就大成这样，引发不少逗趣的互动呢。